大家好，我是施文斌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新专辑《点歌金气息》里面的一首很吉祥的歌，叫做《舞财神》。舞是跳舞的舞，没有错。今年呢，虽然是施文斌入行满20周年，然后送给自己一个电音的专辑来作为礼物。当然，要做电音歌曲，其实我观察到，我们台湾除了夜店之外，有中南部，甚至还有很多钓虾场啊，甚至还有很多的镇头跟义镇，他们都很喜欢使用电音舞曲。但是呢，像这样子的本土的团体，我往往在台下看到的时候，他们在台上的演出非常非常的有台湾特色。但是呢，台下有充满了很多很多各个国家的观光客。但是呢，他们两个曲子播完了之后，居然听到的是骑马舞，居然听到的是欧美的电子音乐。其实让我这个身为一个创作人，一个音乐人，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这个无法忍受。于是呢，我觉得就是既然要做一个电音专辑，一定要能够有机会的话，多为我们台湾的阵头音乐多写一些歌。那所以呢，这个舞财神这首歌因而这样子诞生啊。那也希望大家在听舞财神的过程当中，可以给大家带来数不尽的财富。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《舞财神》。月财神无落来，六月满年发大财，七月好运好头彩，八月钱